당신의 삶은 안녕하십니까? 내 삶을 들여다보는 시간 이제 시작합니다. 嘿, 你好，我是红梅。今天的你心情还好吗？又是一个星期的晚上，我向你问好。今晚要跟你分享的文章是：心态好的人一辈子都好。 昨天在微博收到一条私信，一位读者问我：“三十而立的年纪了，没钱、没车、没房，每天麻木的上班下班，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经常会不想活了，但是又没那个勇气，觉得自己特孤独、特没用。你说我怎么才能让自己正常点儿？”看完他的问题，我反问他。 如果现在你有钱、有车、有房子，你就一定会远离孤独，找到快乐吗？他说：“我觉得应该会吧，至少会比现在好。”听过很多人说，越长大越发现，钱真的是个好东西，钱能解决大多数的烦恼，也能换来大多数的快乐。必须承认，这句话在某些时候的确有些道理。 我们可以用钱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朝自己想要的物质生活更进一步，但只是某些时候而已。生而为人，个人有个人的难，个人有个人的甜。有钱有富贵的活法，没钱有穷困的活法。但没钱的人却不一定比有钱人不幸福。就像狄更斯说的。 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。我们都会有想不通、看不开、放不下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业障，也是幸福和快乐前面的遮挡。这样的时候，往往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而当我们拨开叶子，才发现天高云阔，豁然开朗。 好的心态就是我们拨开叶子的最有力的力量。生活中的我们，有时候只是被一点点乌云挡住了心里的阳光，却没能及时驱赶开，结果自己的世界亮度变得越来越暗。情绪和心魔其实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受其影响却不自知，甚至自甘堕落其中。 而不是想着如何调整自己。人生苦累，大多都是跟自己较劲儿，有一些负担在心上，明明是可以及早舍弃掉的。重要的，并不是你有多少钱，也不是你有多少牛逼的朋友，更不是你有多显赫的名利富贵，这些外在的东西撑住的只是你外在的面子。 面子的状态随时都在贬，而里子，也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态才是人生大方向的主宰。心小了，小事也成了西瓜大事儿，郁结在心里化不开；心大了，大事也成了芝麻小事，动动手就胆走了。心态好的人才能一辈子都好。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说。 日子苦，工作累，赚钱难，或者是老公不懂事儿，孩子不省心等等。其实，每个人当初的选择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开心。如果同行者能增加你的快乐，那就聊得多一些；如果不能，也别放任自己打烂一手好牌。毕竟，说白了，人都是为自己活的。 所以，能用手拥抱的，就别用嘴去争吵。纵使改变不了别人，也别轻易让自己变得暴躁易怒。要记得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罢，都是为了幸福，一定别被他们反过来束缚住了。很喜欢罗兰的一句话。 个人有个人理想的乐园，有自己所乐于安享的世界。
朝自己所乐于追求的方向去追寻，就是你一生的道路。不必抱怨环境，也无需艳羡他人。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，做再多的设想也是无意义的。与其纠结抱怨，不如踏实努力，但前提是你不能在这条自己选择的路上让心变得贫瘠和困苦。我知道做起来很难，但人生不就是这样一场漫长的修行吗？见天地，见众生，更要见最真实最平和的自我。境随心转，物由心造，相由心生。你的心态越好，生活就对你越发温柔。愿余生不为琐事扰，一笑而过，用最好的心态过最好的生活，知道了吗？如果今天的文章带给了你心灵的安慰，希望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，也欢迎大家留言转发，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给我最大的支持。好了，做个好梦吧，猜猜哟。个人有个人理想的乐园，有自己所乐于安享的世界，朝自己所乐于追求的方向去追寻，就是你一生的道路。不必抱怨环境，也无需艳羡他人。个人有个人理想的乐园，有自己所乐于安享的世界，朝自己所乐于追求的方向去追寻，就是你一生的道路。不必抱怨环境，也无需艳羡他人。个人有个人理想的乐园，有自己所乐于安享的世界，朝自己所乐于追求的方向去追寻，就是你一生的道路。不必抱怨环境，也无需艳羡他人。